全友馆最快新闻。经过十年的共同努力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导下，该倡议秉持开放、绿色、廉洁理念，并以高标准、可持续、惠民生为目标，不断前进。这一倡议不仅搭建起了广泛参与的平台，还汇聚了国际共识和各方力量，成为重要的实践平台。 通过该倡议，众多合作项目在各地落地生根，取得了开花结果。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合作倡议，为促进全球化发展和经济繁荣贡献了重要力量。十年来的成果回顾表明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已经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引擎，为未来的发展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。订阅新闻极速递。 最先知晓天下事。